台中市呢有个生态公园叫做秋红谷，而且是在市区的精华地带。现在呢，台中市政府还要替它量身打造秋红谷音乐季。台中市秋红谷生态公园落成之后，成为台中热门景点。台中市政府将打造水上舞台，推出秋红谷音乐季，让音符随着水波飘荡在都会山谷之中。台中市精华区一旁就是两大百货业龙头，这块都市绿洲除了花草树木，还有难得的都市湖泊，加上四月底登场的音乐节，将吸引更多人潮。四月二十号开始，原住民组成的欧开合唱团开幕，连续四个周末都有不同的音乐团体登场，市民又多了休闲游憩的好去处。刘华宏、静红，台中报道。